19届百想艺术大赏28日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，现场众星云集，当天女星们的服装造型成为众人高度关注的焦点。其中今年7度担任主持人，同时也以《安娜》这部电视剧入围女主角奖的国民初恋秀智，当天穿着礼服造型受到各界好评，精致的脸蛋和优雅迷人的气质也令大批网友惊艳不已。只见她当天将头发挽起来，穿着一套瓶口设计的黑色蓬蓬裙礼服，搭配钻石耳环和项链，整个人散发满满仙气，宛如女神降临的迷人模样，令众人纷纷被她美艳。不少网友惊呼她的状态总是维持得很好，多年来都没有变过，一直都很美啊。